各位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各位长官，大家晚安。今日是咱三十二届的开始，足欢喜，咱今日有足济新的学员，有远道而来的，吼，啊嘛有咱台北地区亲近的所在。食饭的时阵，伫楼骹食饭的时阵，我参一个咱永和嘛吼，永和也是中和来吼，啊，有三伯仔囝同齐来，足甘心的。啊，另外有一个是对四湖来，是对伯仔囝，迄、那个后生啊，你四湖嘛吼，阮国字国中二年啦，小到有气呢。哦，这当阵哦，拿来了解这个物件，拿来了解咱民政府的法律论述，后摆这囡仔不得了呢。哦，那像师傅，他高一高二的就来啊，你去年就来哦。哦，哦我师傅来这哦，进步足济。头先你看听咧唱这个星条旗迄个美国国歌，啊，足快乐咧，足有这个那你讲精神呢？哦。每一遍听伊咧唱歌，感觉足欢喜。咱有咱的少年囡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愿意讲就即种阵开始，就来遮这个所在学习。伊讲伊吼，哎、欸，我会记得讲伊去年先来听演讲的时候，拢做笔记呢。哇，伊嘛印一份笔记给我看呢，有够认真呢。我想讲，我少年的时阵，甲伊同款认真。我高一的时阵读政治学啊。迄阵萨姆武，呆呆一个教授叫萨姆武，迄是留级的哦。迄阵是政治学态度呢吼。迄本册哦，七百页，我看我讲决定七天内底要把这本册读完。我吼、哦、一天爱读一百页，一天读一百页，一百页若读不完，我都唔困啦。啊，阮家无车多呢，无电费呢。迄种寒天啊，过一个寒假，过一个即个寒天，特别年考啊，特别迄个期末考啊。啊，我想即一礼拜咧，你要读完要安怎？我规定讲无读完，绝对无要困的啦。我老爸看，哎、欸，十一点起来讲，哎、欸，这囡仔咧读册呢？十一点起来，哦，要咧读册呢？一点起来讲，哎、欸，你还要读，还要困？我讲我只一摆要读完，才要困，下决心要读完。啊，多久啦？做久的时候，用一面汤水的爱心哦，头壳甲栽落来，栽落面汤水啊，和清醒这个读。我是安尼读，对高一开始我安尼读册安尼。我相信咱这国二吼，这当阵哦，国二开始安尼，听到咱的法律论述哦，伊乃当真正深深了解，了解就讲咱台湾人数百年来的苦楚，特别是这六十几年来。去国民党领地够够够有够功夫啊！国民党个领地干呢，咱做哩有够艰苦啊！佮加上什么？民进党讲哩讲，我要改革，要改革，因为伊讲要改革，所以咱大家拢个认真个拍拼，出钱出力，佮斗三工，会当选两届总统，有改革个无？无呢？无呢？所以啊。但是也足怨叹的，足怨叹的。所以咱今日有看到这少年的呢来参加，咱老中青三代，六十岁以上是会老啊，观察就一半。但是咱有经验有智慧，咱来看六十岁甲这个三十岁中间呢，这中生代，过来做啥？来教育咱三十岁以下这少年的，这幼气的，哦。一步一步来甲伊调教，一点一滴，会当较早了解咱台湾的历史、台湾的地理、台湾过去光荣的一部分。那么咱的英雄呢？咱历史上那么足济英雄呢？但是咱读的历史有讲无？拢无。
哦，拢无咧讲遮。咱无真辉煌的过去的历史呢，但咱所读的中国国民党所荷兰的，还是讲中华民国所荷兰，不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，或者是中华民国的民党所荷兰的教科书内底，拢无讲到台湾辉煌的历史一部分。国牧师一课，你讲台湾的信史，讲荷兰的时阵，早期的时候，咱有一个叫啥 silent trade， 咱平埔族的人，咱台湾的祖先，故意到什么程度？我这个物件要卖先，哦，佮放到路边用一张，用一个路边放到路边讲，哎，我这个是要卖，哦，啊，有人讲，假使讲我要卖换两个鹿仔皮。啊、有人讲，哎、欸，几啊贵？讲这面我有介意，哎，伊讲要两个萝卜皮，啊，所以伊就放两个萝卜皮，甲这面啊提走。这人无闲底下顾，所以你卖这面件先，甲放到路边，放咧。啊，有人讲，哦，比如啥物件会当交我交换的无？哦，伊讲啊，有一个人讲，我两个萝卜皮要甲换这個，你可能起码咧两个萝卜皮甲你换。结果两个萝卜皮放咧遮，啊，甲这个起码提咧走。人们都要顾呢，有够高远呢。这款表示讲咱台湾人的心啊。因咱台湾人，咱古早五万年前就到台湾来啊。然后因为啥不善丰富，不善丰富的时候，大家拢做好过，唔免互相欺骗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真实在，真老实。啊，这款的辉煌诶，这款的文化水准未带出，但是呢，六十几年来完全无去啊。咱讲日本时代来个台湾人，互咱发地，哦，互咱发地，当然有较严格。但是咱真守法，真正守法，每一个人真守法，这就是经济进步的基础。所以伫战后七十天内底，1945年8月15日到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来以前，无人犯罪啊，无警察啊，无政府啊，但是嘛无人犯罪啊。我伫十几岁以前啊，阮迄个庄头从来毋捌讲有小偷啦，无贼啦啦。到我读初中开始，读初一开始，才讲有人来偷掠鸡啊！哦，有人做贼来偷掠鸡啊！之前唔捌讲贼来，阮从来唔捌关门啊！当然，阮咧门啊未当关啦，因为吼关未吧，都关未吧，你说，所以也唔捌关啦吼。啊，真正老贼来，怎啊撞入去个内底啊？都关未吧的门嘛吼。哦，啊，迄款咧偷个厝诶，啊，偷个厝诶时都关未吧，迄门都已经吼。哦可能有较旧啊，跌落来。不管安那，就是讲咱台湾人的水准是非常高的。所以，1935年的时候，咱就办一个国际博览会啊，国际博览会的时候，全世界拢惊到啊。1895年，日本来这里统治台湾。1935年多40天，台湾变成东方上进步的社会。东方除了日本以外，上进步的社会，甚至超过日本。安那讲？想要超过日本，因为咱台北市的下水道比东京较济啦，比例上比东京较济啦。就讲日本用专心专力甲台湾做建设的时，咱的地卫生下水道，哦，伫台北市的卫生下水道做啊个道路的系统比东京较优秀啦，较优秀啦。安尼是毋是台湾超过日本？啊，结果咧，六十几年来变安尼啊，出门名。路都无平，坎坎坷坷，那桥多歹，人无小心都滑落去。啊，那路多好，拢倒水咧淹水，啊，就土石流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款就是啥？地方的建设是足歹，吼、哦。诶，洪灵离家这里听到。啊，咱当然今仔不是干咧要讲遮尔，今仔足济问题想要甲大家探讨。咱民政府办32期。差不多有将近2000人来这受训，但是不是讲受训了，100%大家拢会当接受咱这个论述。我还记得伫旧年的时阵，有一干嘛人足济呢？比安尼较济，差不多2倍人。我以前咱长王的时候，啊，2倍人来上课呢。而且咱论述讲，那是拒绝中华民国的体制，我们是坚决拒绝。中华民国的体制不合作，哦，所有他中华民国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们都反对，不跟他合作，不跟他配合，所以选举咱不爱选。有一个人徛伫一个这个所在，听人演讲，
休困的中央公搞我问啦，讲哎呦，啊恁若无选举的时哦，啊都叫国民党摕着啊，国民党若当选的时，就一直甲咱凌迟啊咧，啊恁要哪会使？吼、哦，啊恁这团体，吼、哦，除了配合国民党的需要，拢叫咱大家拢买选举啊咧，啊恁啊解释伊无得接受呢，我也是真无看人啊，吵过来兵就拿吵来走，啊侬买过看过人啊？唔捌看过人啊，有即款诶人诶。啊，咱讲真白，你讲民进党要伫即个选举制度下无公平，迄、那个赛局内底是个不公平赛局 ，unfair 的 game 里面啦、啊。吼、哦，即、這个赛局就讲不公平诶，安、啊、那不公平，就免伊国民党有当选，有足侪钱，国民党不三时就咧办活动。哦，不三时就咧什么妇女会啦，哦，青年的组织啦，有诶无各种组织拢咧办活动，社团的组织，啊，然后伊即个国民党的迄、那个，咱咧较早有自强活动的，自强活动了，继续拢有一些活假活动，假活动就是拢用公家的钱来做因国民党的工作，大部分拢是安尼，坑坑街街拢甲国民党有关，拢咧买票，平常时啊都咧买票啊，过来。要选举之前开始就前金甲后下，拢铺落去啊！哎，买票公然买票，但你抓袂着，吼、哦！啊，民进党无法度安尼做啊！民进党的社会活动不如国民党的交叉网络交叉网络足密集的，所以哦，伊甲一挂选民拢苦苦做伙啊！不管你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长，或者是乡镇市长。拢无法度动摇这根本的，哦，你看农会、水利会拢是国民党的铁票，啊，因平常时就拢已经拢有咧送礼啦、咧拍交道啦、啉酒啦，拢有十三兄弟会啦、什么三十姊妹会拢有啦，足济只物件，啊，只物件拢咧替国民党做代志，啊，你民党这个社会运动、社会活动无这尔济，所以你选举变啊，该算，哦。那赢是足幸运的，啊！那输过一直输的，嘛无多改变这个体制，好不容易讲两千年三卡都，哦，大家拢用钱、用精神、用气力去支持陈水扁当选两届，敢有法度改变体制？无多，啊，是安尼无多，是安尼无多，因为一切通敌。国民党中华民国这通敌，一切社会控制 ，social control 非常严密，伊个情治系统拢唔是你民进党会当叮当的。陈水扁想伊足够的，想伊会当掌握一切，但实际上陈水扁一举一动，人拢清清楚楚。伊无够警觉，伊应该去请教李登辉。李登辉讲，李登辉做总统的时。有人去遐抱怨，哦，就是讲咱台湾那些精英啦，年纪较大的，甲伊较话讲的，会去遐抱怨，讲总统，啊，李总统，阮家的电话拢用窃听啊录音呢，啊，安尼个意思讲，哎，看你会当甲我查一下个，卖甲我窃听录音，甲干扰我的生活诶，卖干扰我的生活咧，李登辉安尼讲，讲啊，这无遗憾啦，我做一个总统哦。我的电话嘛是去用窃听跟录音啊，所以我讲讲李显吼有一个缺点，伊拍胸脯咧，我就是中华民国情治系统的头，啊，结果咧，情治系统的头，你用窃听跟录音，安尼是不是矛盾？所以当伊讲迄句话，我甲阮老甲阮太太讲，我讲停下说，停下说。你来听我这句话，敢有合理？伊情治系统的头头，正经人讲，喂，我的电话忙窃听录音呢，意思讲，人家不要见怪。我做总统，我的电话都忙窃听录音呢，我总统办公室的电话都有人来窃听个录音啊。那你讲，恁未忙窃听个录音？啊，但是正经伊个讲，我答应他们讲，我就是情治系统的头头。伊讲，我都统领情治系统，我懂嘛？我唔是捌伫只甲大家报告过讲，1987年12月17日迄天，我去总统府见李登辉副总统的时，刚三弟伊也伫只，吼、
啊，是无法度到五个无够悬，那这三滴也对了哈，这三滴也哈。啊，中间这里哈，中间这里这多啊，啊，我们的姐姐爱姐姐，我想吼，都有装窃听器，所以我就讲，讲老师，这里吼，面汉服干呢哦，两眼无神哦，可能两个月就会死哦。讲没啦，以后要真好势的啦。我一看，哇，红个赤字诶，红个赤字面啊呢，红光满面，佮红德发紫呢。哇，这人一个月以后都得要做红蝶，也唔知。讲老师，以后两眼瞳孔不能转动哦。哦，中医的诊断学讲哦，两眼瞳孔不能转动哦，他一个月之内就死掉。所以你要修养，要准备哦。用没啦，作些啥？没啦。一天吼，拢两个护士跟两个医生对调调，那是有变化，随时处理拢安全无问题啦，免烦恼啦。我十二月十四甲讲安尼尔，讲一月十三我翘起啊啦，对哦。啊，伊讲嘛真细声咧，伊讲伊你唔通讲遐大声，这底下都啊卡拢有迄个窃听器啊，拢录音机啊，哦，未使讲啊。所以哦，各位啊，恁可能较单纯，较无代志。我1979年七月二八落飞机开始，八月七顶个中研究院报道，每一天我的电话都是窃听跟录音的啦。一直到我退休工，1979年从八月一号我报道上班开始，一直到我退休，2009年八月十五号。我的电话都窃听录音，我的书信都要拆开检查的，包括问到的电话都有窃听的啊，所以有人打电话来问到，哇，请问是啥？因为啊，这是啥？你的电话在哪里？我讲无啥物人啊，歹势啊，问到拢有咧窃听跟录音，嘿，所以咱若要讲重要代志，咱卖对电话讲，爱见面才讲，哦，所以吼，咱真济人拢足单纯，生活足单纯。但是呢，我要讲一件代志，讲今仔日咱民政府所遇到的困难，唔是国民党的窃听跟录音，咱拢足 open 的。咱这个所在真明白讲，国民党要不要来甲恁上课？只要伊交6000块，咱嘛是好上课就对啦。共产党要来，咱嘛甲接收；民进党要不要来，咱嘛甲接收。每一个人只要交钱，拢一视同仁。一律平等，让大家来听咱的课。但咱希望伊听了以后，听了咱的法律论述，听了咱讲台湾的历史，台湾人的苦楚，吼、哦，啊个台湾人，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伫倒位，现主席是一属美占的这个事实有了解了，伊会当觉醒，伊会当了解。我都等下想啊，我做国民党后边是无路用、无价值，然后会当替咱做代志。那是希望安尼，我做共产党这边嘛无路用，无价值，会当替咱做代志。民进党来嘛，同款听咱的论述了，伊我都等于改民进党哦。民进党错了，我从此以后不参加民进党，我要来参加民政府。那是希望安尼。所以啊，这里伫这情形之下，咱所有的代志拢是无秘密、无秘密的啦。但是唯一的讲，咱行政是内底有的各自。是绝对机密哦。那不是行政人员，不是工作人员，就不可以去盯当着咱的电脑内底个人资料。因为咱有来遮受训的人，啊，因为个资向泄露以后，哇，一刚刚接到足侪咱的简讯，足侪伊不爱看的简讯，哦，还是讲接足侪伊不爱听的电话，类似安尼。所以咱个资是爱保护，爱讲保护，以免咱的。当心受到干扰啊！呢，这是咱的想法，咱的期待。啊，实际上，咱未来这个所在参加咱的活动呢，诶，国民党的教别啊，啊，是讲叫国民党调查局的，是啊，伊拢有甲咱讲啊，恁当时开迄个会信吼，无啥人是国民党派来，伊是国民党的调查局，什么所在诶
什么什么单位啊？讲伊是高雄的，还是屏东的，还是讲台北的，还是桃园的？诶，调查站的无啥人啊呢？伊嘛甲咱讲啊，叫咱注意一下安尼尔。哦，我定来讲讲，就是咱去东京，咱毛叫不要抓不着的，来甲咱偷袭咱呢。咱去东京150个人吃饭的时候，可能吃相难看，还是呢，还是讲迄个讲话讲了，给你出事，不给你。爱心哦，甲咱录影录音啊，咱要袂等下都已经提等下台湾的棒啊。你甲咱诋毁讲啊，民政府数据不好，那多那，你甲咱诋毁。啊，所以讲这个咱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哈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这情形之下，咱任何所在，咱任何活动，咱每一个东西拢爱注意到咱的这个言论甲行动，卖凊彩，卖随便啊呢。咱人数一直增加，但是咱若要成功的时，上大的阻力，唔是伫国民党来，嘛唔是伫共产党，因为共产党甲咱隔海，隔一个台湾海峡，美国伫台湾海峡中线拢甲咱搞好，伊太空的卫星24小时拢咧注意这个中线有中国的军队、中国的这个空军或者是这个海军的军舰超过这个中线无？伊袂使伫台湾海峡即个目前的范围内底超过即个中线。四月第五个车型，中国有5台舰船吼，舰舰吼，对台湾海峡行往北，伫南边行到北边来，啊，入去东海，入去东海入去公海，啊，是驶对咱台湾东边，啊，去到迄个巴丹吼，群岛迄个所在，再个。菲律宾海啊，吼，这是对台湾的南边，啊，就要对南海去，吼，去南海去的时，拢军中条咧，美国卫星拢军中条啊，啊，然后甲日本统计，日本随派3架对东海开始就甲对甲南海去，3架比火力比较强的，因为今下山咧擦枪走火，唔多以前来个较靠近台湾的，所以说甲你拍枪啊，就麻烦啦。啊，所以日本3架甲跟随，自卫队3架甲跟随。类似这款的代志，就讲美国咧保护咱的安全，唔是中华美国的军队。大家爱认得清楚，唔是中华美国咧甲咱保护台湾，唔是安尼，是美国咧甲咱保护。中华美国上面无能力，上面伊嘛无意志，伊唔知要为谁而战，伊的军队不知为谁而战，不知为何而战。中华美国一直要甲中国统一。这是真危险的代志，吼、哦！所以美国嘛不信任中华民国，这个咱一定要了解。讲主力来自啥？就讲国民党嘛唔敢，加上国民党嘛唔敢对咱安怎？共产党隔海，所以有美国咧保护，日本咧斗三江，所以对咱无法度安那伤害着，吼、哦！国民党目前嘛唔敢，因为美国有个坚固，再三坚固，咱民政府这家人这群人。是要透过法律论述，是合法的组织，合理的行动。咱并无要革命，无要武力革命，无要流血革命，所以一定爱甲咱保障咱的生命安全。所以国民党对咱可能蛮不安全，那真正要安全，咱秘书长可能先来，啊，过来就换我，因为是一个大炮，我嘛是一大炮啊，但我唔捌讲我足咸啦。我想我应该适可而止，所以不爱讲遐咸，吼、哦，应该无够咸啦，吼，无真咸啦，吼。不管安那，就是讲尽量讲，大家吼会当吞论就吞论。但是我咧讲，咱的主力来对对，咱的主力，吼、哦，来自于内部，咱家己的内部。阿卡啥，力量来滴。按照道理，咱卡安那看，咱来遮受呢，足济拢是力量。大部分拢赢，哪赢真少。但是闹哪赢，讲不管你要来受的时，伊就讲我唔是哪赢，因为我听这论述讲这真条，我就不爱跟哪赢夹啊。但赢来了，不一定完全就接受呢。特别是民进党内底党员，哦，我伫桃园做过局长，我真知这政治人物啦。哦，我嘛去甲因拜访呢，我才来看看讲，
哎呦，你那里唔好啦，你阮哦，民进党也拜到闽南啊，类似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就免选举啊，啊，免选举，我就做代表，我就做议员，我就做啥，做礼物呀，啊，我看都无呀，所以怪，因反对，不管哪哪，就是讲，咱民政府究竟看起来属性，因为咱是希望甲中华民国驱逐，叫美国政府，不叫美国。美国军事政府甲中华民国请去金门妈祖，也是南京、北京嘛，那是安尼要求的嘛。那不是要革命的手段，不是台独讲哦，我要革命手段要甲印度，不是安尼。啊，不是像民众讲，我要用选举的手段，互你我都执行，啊，然后我来执行，我再来改国号，还是讲自证明自宪历史安尼？那嘛不是安尼，因为那是非蓝非绿，反对国民党，反对中国国民党，他的中国化。嘛，反对中华民国民进党的那种所谓什么，因为迄款呢体制内改革，因为体制内改革，我今日才看全民公民调查局的一部分，看一本啥？看一本看谢长廷爪爬子的这条路，哇！我今日会使认真看这本册，讲看。贾中廷主教别的这条路讲得很清楚呢，讲是安尼，每一个所在，然后什么政治案件，贾中廷拢对住身边，啊，然后伊拢无问题，无代志啊，啊，讲啊足白呢，哦，是迄天一个徐先生送我一本书，我来认真甲看，啊，看来看去才感觉讲是还有够可怕呢。哦，国民党可怕噶呢，但是民进党嘛，台湾足可怕。因民进党内底真济要变呢。那个许先生讲啥呢？哎，民进党都要不要动嘛？就是全民公敌调查局一本册来的讲，蒋经国一手主导民进党的政党的成立嘛。啊，当然你回心了心。你和领导人先，不如我训练我家己的人，哇！领导人也外省的，啊，拢来控制内底，控制恁民众内底，我会当用一支手来甲换，到后边牵家你啊！头前只人若无听我来个电，来听我就会回啥？回 carrot， 哦，萝卜跟棍子了嘛。就是讲，你若无听，我用棍来甲你拍到你吼未看靠你，啊！你若是听我讲，拢咧替我做代志，我就和你 carrot， 和你红萝卜吃。国民党用这套啊，人拢是肉做的，你知？人拢是肉做的，拢咸咸的，啊，人心也是肉呢，拢软正呢。哎呦，我若该配合，我有卡通吃。对查某，吼、哦，三黄吼，好、哦、像包二奶哦，包二奶、包三奶拢无代志。啊，佫有钱通摕。啊，我若无听伊话讲，无听伊话，照伊所讲的话来做东做西，替伊做代志，我就去用坑，去用现报纸讲我包二奶包三奶，上人枕头有诶无诶？哦，安尼当然我做了比较好啊。啊，这些人就是安尼，全一世人无有，食较老诶时哦，真后悔已经来不及啊。哦，啊，这个可怕诶所在就讲，即摆咱讲咱民政府，咱民政府渐渐要铺头诶时阵。上大的问题就是内部内底有人甲咱反叛，哎，一切有伫内底，来这个所在参加咱各种活动，啊，嘛讲咱的论述，讲咱的论述外好都外好，啊，然后最后的时候，位置要紧，位置要紧，了的时候有一间甲你变，啊，甲你一变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头大。咱今年是安怎讲？有一段时间来受训的人无遮济，因为英川五藏。咱去日本表现个足好诶，可圈可点。因起惊，驾照不要起惊，吼、哦！当然后边可能有国民党咧安排嘛，叫因就来甲咱化兵，你知无？啊，兵啊，即阵都哇，足足要六个月安尼，足足要六个月，一讲讲网络上伊甲咱骂，骂到吼，有人对咱民政府开始起疑心啊，唔敢来啊，唔敢来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情形嘛足严重诶。啊，另外就是啥呢？立案内底。就是感觉讲，民政府讲的真对呢。但你讲哦，放下身段，
来讲民政府是对的，啊，把伊迄个组织来改善，啊，来参加咱民政府这个组织。这民主挂不下去，上面民主挂不下去，另外上面，我那是真正安尼讲，也是安尼做的先，啊，我过去讲无看，啊，这唔知变哪呢？另外就讲，未来我若去参加民政府，民政府无咧讲无看，啊，我是咪这个好处无去啊？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是要顾这个好处，继续无看，啊，所以哦，就是诋毁民政府，想讲民政府卖成功，这位要不讲真大的阻碍，真大的阻碍。我今日是看到一篇文章，就是 Emma Stone，Emma Stone 写的 ，Emma Stone 写的 Paul Mas， 我记得三十一期啊，三十几，我咧讲 Paul Mas， 我甲问三个问题，我讲英川武藏是虾米人？你甲我讲英川武藏是虾米人？啊，英川武藏的能力安怎？伊那是虾米人？当亮相出来。一定领导搞，是毋是领导咱 TCG 唔能够到外口一直乌白呢 ？Emma Stone 讲啥呢 ？Emma Stone 伫今仔日这篇文章内底讲，伊足烦恼，烦恼讲永川武藏即挂人啊，即挂人啊，唔是干咧一个人呀，即挂人啊，足济人啊，是另外内底某团体、某一个团体内底精英分子，捌入来咱民政府内底。来这潜伏跟学习，为了咱足济咱的法理论述，但是伫个今年年头开始，因就开始扭曲咱的法理论述，吼、哦，大头前拢丢，即个论述中间拢丢，到尾也先讲，这唔丢，台湾绝对唔是日属的，台湾嘛是美战，吼、哦，台湾人会使家己自觉，台湾人当公投决定台湾前途，啊，所以伊嘛是当讲，这人吼、哦。得到足侪人的支持，吼、哦！啊，足侪人支持这款论述的时，那就有一个廖清秀居士，伊就足赞成这论述啊。伊讲话日本甲美国出袂单啊，所以伊不赞成讲日属啊，日属甲美战。啊，这款有卖点啊，有一个叫台独之女，吼、哦，因拢徛做伙，因就坚持讲台湾要独立建国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派人甲绿营的人统合在一起，统合在一起，因的做法 ，Emma Stone 讲也分析讲，这些人一直被在这个领域内底有足大的版图，吼、哦，排斥咱的论述，日属甲美战拢甲排斥，因为足侪人无接受咱这论述，无接受了咱论述，无了解，所以讲讲，咱上面日属也无法度接受，美美战也无法度接受，啊，所以先去接受。这群人的论述讲，日本跟美国跟咱无关的，咱家己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。所以，这人的做法就是讲，在 Emma Stone 的分析来对讲，要在绿营的各个社团里面把它做一个整合，包括民进党跟李登辉的台联，懂吗？李登辉讲，这把跟台联无啥关系啊。李登辉的团体几个团体。比如说李友会啦，李登辉民主协会啦，哦，秦策会啦，哦，李登辉学校嫁人，要合作会，要将台湾变成中华民国底下的台湾，然后建立一个台湾国，是在中国文化底下的一个台湾国。啊、所以我讲啊，这对咱来讲是真严肃的问题。Paul Mas 接到这两批。来滴，陆陆等足济资料、足济资讯，啊，传到我的电脑，我会知就仔细甲看一届，啊，看一届无够，因为我有两个我的好朋友，拢咧做教授，啊，所以我就寄回，我讲你们两个好好的研究一下，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讨论，因足济物件咱需要啥，哦，迄个脑力激荡，啊，来研究。这个情形的可能性，可能影响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防止这个不良效果的发生啊？呢，好、哦、类似啊呢。所以我直接讲这个代志，讲希望咱在座的同心，不管是新的学员，或者是在座的咱在咱这里家咱呢，
同心，拢爱提高情绪，拢爱不三时爱坚定咱的意志。咱是讲这条路是对的，就一直甲行落去，要坚持，要长期做落去。咱比另外几个团体较优秀、较优秀的所在是对，是咱老中青大部分甲看起来，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啊。其他团体、另外团体拢老岁啊，拢七八十、八九十啊，领导者八九十啊，啊会员拢七八十、六七十啊，真少少年嘞。但咱这内底咱足幸运，咱足侪少年嘞。像你到三十，你可能二十几年，无啦，无遐济啦。哦，类似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咱今日是想看嘛，咱有国中二年级的呢。哦，啊，你想看国中二年级的时，那会对这个论述、对台湾历史足了解的时，甲训练一下，咱演说训练嘛，请来的时哦，阿爸会当发挥足大力量呢。啊，像师傅，咱演讲训练的时来三届呢。一届比一届较进步呢，哦，所以都是可造之材啊，哦，所以像这款情形，咱拢需要啥？继续努力。咱当然欢迎所有的，哦，迄、那个接受咱论述的人来，就是对咱有怀疑，咱嘛希望伊来。老中青，咱拢欢迎。安尼落去时，咱才好都刷落去。因为啥？道经这个物件是无日无之啊。正理道经是每一工拢发生的啊，每一小时拢发生啊，每一时刻拢发生啊，一分一秒拢爱清楚的啊。什么人赢啊？人讲边卡徛久的人赢，边卡徛久的才赢。爱等久，爱有耐性。就讲你，咱像你行棋，就讲乌白迄两种迄款的围棋，谁气比较长，谁就胜了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现出伫电影内底。咱有迄个足大的本钱，就是讲，咱老中青三代，咱咧做代志，咱咧派人出门，那么是老中青三代，咱需要经验相学习。但你看民进党，伊可能是有个人霸占掉咧，有一个有人讲选一个官，你讲选四五届，规个官干咧一起人才，别人拢唔是人才，类似这款咧，即边咱也成长，啊，咱唔是，咱的心吼不三时，咱优秀分子。年轻人，咱就当个提拔回起来，参与国务的那个讨论。哦，咱国务委呢，都有足少年的呀。假设你几岁？你到四十、三十出头的走起啊。假设你几岁？三十四年了吼、哦，三十四年。吼、哦，而且把咱的国务委员，我去刚看名单，哦，咱假设做咱的国务委员，哦，类似这款的。啊，甚至咱将来，那二十多岁足优秀的，那么当叫伊来做国务委员，参与国务讨论啊。因啥？你就是在讨论，你有在接触，你才了解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啊，所以整个过程，咱这个过程内底有老中青三代拢在参与的时阵，咱自然就会当培养后进，啊，就会当刷落去。那像我伫台大拍四年拉古比，哦，橄榄球，我们强调什么？相互传递，相互传递。所以那不。低年级的加入这个橄榄球队时，就登起啊！这个球队的怎种子？啊，咱这里组织嘛是同款，吼、哦！这个革命的组织，我听讲以色列建国成功，嘛是老中青三代安尼刷落去，吼、哦！当后座铁叔讲以色列建国的时，伊四十几岁，吼、哦！啊，第二个威斯曼的时，都在读研究所，第三个迄、那个彭古良话者。几岁？九岁，八九岁的囡仔，伊就听讲哦，以色列已经出现一个救世主啊，对不？以色列独立建国啊，哦，所以彭古良一直少年时有这愿望啊，囡仔时代伊就听讲以色列要独立建国啊，伊就认真去学习，认真去读册，哦，啊，认真去学一挂军事的策略、甲战斗的技术，然后伊到尾就带兵，伫迄、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两年中间。转战各地都赢，啊！唔知以色列怎建立家己的国家？讲以色列建国三个大英雄，伊是老中青呢。哦，一个四十岁讲伊要建国，一个二十几岁讲伊在读研究所，哦，一个九岁讲要在读小学，那么是安尼啊？我已经六十几岁要七十岁啊，哦，而且国二，哦，
十四岁、十五岁尔。啊，所以咱就欢喜讲，哎、欸，那有这款的人，我像恁永和来、中和来、三河，恁两个，恁后生几岁？二十几？二十五？三十不？我少年多，哎，三十过来接受训练，吼、哦，然后高级班爱过来上课，啊，有时间就来上课。你这几了，然后赢礼拜日还是礼拜六有赢就来，吼、哦，安尼先时常跟大家接受交换意见。哦，像咱六月二六、二七，日本，啊，恁妹妹嘛同款，日本有人要来吃看咱各种的水果，要来甲咱台湾的水果，哦，销去日本，这拢会当来了解来参与，意思即款嘞，一步一步学。咱将来你建立台湾这个治理台湾这个国家，咱需要济济人才，上惊就是无人才。咱即个特别是财经拢足欠人嘞，哦。有这财经的事务，有理论呢，拢是真需要来参加。所以头先讲啊，只就重点来讲，咱要个认真个有一工，咱要成功的时，阻力非常大。阻力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，阻力不是来自于中华民国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，阻力最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内部的，甚至于就是所有绿营的目前各社会团体、政党或者团体。哦，因为英川武藏毕竟咱也唔知伊确切的这个的三字的名，咱也唔知。哦，还有有当时还佫用瓜娃 love， 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到目前为止，咱无以正确人的名，哎，嘛唔敢亮相出来，因用假名，徛伫后边，站在一个幕后，安尼。啊！伫网络上一直甲咱做恶评，哦，没有道理的或者不合乎学理的一些恶评。但是一讲来讲，反对日属又反对美战，结果当然台湾人很出息，要不完全觉醒，无百分之百觉醒。所以听伊论述讲，哎，很出息就是安尼嘛，只要中华民国赶走，安就好啊。啊，中华民国赶走的时，你要来建立一个台湾的主体性的时，伊阁要有一个中国的影，中国文化的影。甲现出时的制度留落来，所以因就是甲咱无共款。咱真清楚，咱要分开讲，本土台湾人就是本土台湾人，那毋是本土台湾人，就毋是本土台湾人。干那本土台湾人一旦决定台湾的前途，毋是本土台湾人未使决定台湾的前途，伊毋是，因为个含混在一起，都继承蒋经国的遗志。所以讲靠前讲啥，讲蒋经国四十几冬啊，要来主导台湾的政治，这就是可怕的所在。但咱这侪人无啥了解，我希望所有的同心，哦，不管伊有咧看电视无看电视，有咧看 DVD 也无，咱全世界甲咱徛伫同一立场，为台湾拍拼的所有台湾同胞，所有台湾本土台湾人，拢爱甲咱同款想法。将来台湾要做好，一定是分清楚，干那本土台湾人一旦决定台湾的前途，遐中国流亡难民永远都是流亡难民。伊若伫台湾无正式的规划台湾，无经过宣誓，咱绝对该看作伊是居留的居民，毋是公民。用安尼分清楚，绝对袂使乎毋是本土台湾人的公民来决定咱台湾人前途，这是咱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老中青三代爱会记谨记咱的原则伫这个所在。吼、哦，将来咱赶快。咱一旦有摕到咱的治理权的时阵，民政府来摕到政权的时阵，要治理全台湾的时阵，上大先要做的就是咱的转型正义。啊，转型正义需要足侪人来合作，嘛爱足侪好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工作，然后就是肃贪。台湾无一天无一个所在无咧贪污的，一定要做足严重的肃贪。迄、那个追溯转型正义的追溯，甲肃贪掠贪污的是。无限期的，没有时效的问题啊，所以咱长久爱个做这个工作先，台湾才会当甲扫清去。哪像犹太人，德国对犹太人的追杀，犹太人对那个德国纳粹的追杀，哦哦，回过头来讲战后，哦，犹太人对纳粹的追杀起诉，甲这拢无踪迹。咱一定要学犹太人这个精神，咱台湾才会清清气气。这变成一个真正常发展的国家，咱所有的本土大人才有可能保障到咱的人权，
啊，咱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幸福、快乐、无可以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之中。希望大家一起来。